我爱吃鱼，但不爱吃鱼皮。美女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你把这只鱼的鱼皮吃掉就可以。好，我吃。不过，我找到了那个愿意帮我分担的人。鱼皮怎么办？我暗下决心，真好吃，只要吃够1000条鱼，我就答应和他在一起。鱼来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条了，可计划却永远赶不上变化。我不想吃了。为什么？够了，咱俩到此为止吧。哎，你不是喜欢我想追我吗？只要你把这条鱼的鱼皮吃了。够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吃鱼不吃鱼皮的奇葩，浪费我时间。所以感情都是刚开始什么都好，到最后才发现不开始才最好。对不起小韩，现在我满身都是鱼鳞，怎么配得上你的喜欢？傻瓜，你现在的样子我更喜欢。小韩，真香。